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奎克生技。那我们是从台湾工研院这边呢，他有一个新的想法。然后呢，我们的founder， 我们的创办人是工研院的前院长李中熙博士。他在十年前把这个想法带出来，成立了奎克生技。我们从一个想法落实成为机台。那这边都是我们一系列的产品线，然后我们是以客制化的晶片为主。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？那我们的晶片呢、啊，整个概念就跟这个胶囊咖啡机一样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多基因检测跟做胶囊咖啡一样的简单。它就是把这个 capsule 放到这个机台，按一下你就会得到咖啡。那我们的晶片呢，是只要按三下就可以把整个样本放进去，然后就放到我们的机台当中。这边我来跟各位做一个示范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就是先取了一个channeling buffer， 它是一个油状的一个液体。然后呢，第二步呢，我们把代表的样本的这个橘色的这个液体给各位看。第一个，您看到我按第二下的时候，样本非常的量少。第三步，我就把这个晶片这个 B 盖把它打开，你可以靠近来看一下。我把它放进去之后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橘色的样本就非常的均匀推进去这个晶片。接下来结束了。所以我们的操作这么的简单，然后呢，再来我们就放到我们的机台当中，好，关起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 start run， 结束了。一个半小时之后，大家就会得到这个 raw data， 还有我们的客制化的报告，这就是我们整个的概念。